千年运河浸润，古今文脉相承，悠悠水韵润泽出杭州拱墅这一片钟灵毓秀的人文沃土，一衣带水的大关巧溪，林木扶疏，一所以地为名的中学，杭州市大关中学熠熠生辉。川流不息的古运河，见证了它40年的发展历程，见证着它的快速成长和壮大。让每一个生命都收获成功。进取的杭州市大关中学教育集团。这是一方播撒希望的沃土，培育无数幼苗茁壮成长。这是一汪承载知识的海洋，助力莘莘学子扬帆起航。这是一片充满阳光的蓝天，托举翱翔的雏鹰放飞梦想。第一篇章，继往开来，锐意进取。杭州市大关中学创建于1973年2月，1974年首次开始招收高中，自此学校规模逐年扩大。1997年，学校成为直属杭州市教育局的一所完全中学。2000年，学校正式划归拱墅区政府管理，由市属高完中转变为区属初中。走进新时期，为了整合优质教育资源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教育需求，2008年，学校成立杭州市大关中学教育集团。目前，大关中学教育集团拥有初中部和小学部，初中部拥有董家校区和文澜校区，现有教学班级40个，在校学生1700余人，教职工140余名。学校先后获得浙江省绿色学校、浙江省卫生先进学校、浙江省消防先进单位、杭州市文明单位、杭州市文明学校、杭州市人民满意学校、杭州市校本教研示范学校、杭州市教育科研先进单位、市级平安示范单位、杭州市名校集团化先进学校、拱墅区办学水平优秀级学校、拱墅区校园文化示范学校等诸多荣誉，得到了社会和上级领导部门的一致认可。学校的办学成绩和特色也吸引了国内多家媒体的关注，中央电视台、浙江电视台、杭州日报、青年时报、今日早报、都市快报等进行多次专题报道，学校赢得了众多的美誉和众多的口碑。第二篇章，求实奉献，和谐创新。40年风雨砥砺，40年铿锵前行，大关中学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积淀了丰厚的校园文化底蕴，变得更加从容，更加自信。杭州市大关中学秉承敦本务实的校训，坚持和谐、求实、服务的办学理念，以尊重差异、发展个性为办学宗旨。为实现建和谐校园、与人格魅力、树礼义诚信、创一流质量的办学目标而不懈奋斗，在先进办学理念指引下，全校师生勤思敏行、探索真知，形成了勤于学习、善于思考、勇于创新、乐于奉献的校风，治学严谨、为人不倦的教风和乐学善思、持之以恒的学风，敦本务实、孜孜不倦、勤勉进取、昂首跨越。大关中学秉承差异教育的办学特色，坚持以德育人、以爱育生，聚焦差异增量，激励差异成功，积极开展课外文艺、体育、科技活动。学校有多个兴趣小组和学生活动社团，如文学社、炫舞堂、美术社团、
企划社、航模社和田径队、篮球队、足球队、乒乓球队、计算机兴趣小组以及合唱队、舞蹈队、才艺表演等十几个有特色的校级社团，通过多元课程的开设，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，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，促进学生的多元化发展。第三篇章，名师荟萃，化育英才。强大的师资力量是保证学校高水准运作的前提和资本。杭州市大关中学师资力量雄厚，学校坚持以人为本、持续发展的校本培训理念，实行新进来走出去的培训策略，对教师有规划的培养，师资层次科学合理。校长严小雅是拱墅区名师，工作敬业勤勉，创新意识强烈，管理经验丰富。学校还拥有省市级教坛新秀、优秀教师、学科带头人27人，和杭州市131中青年人才培养对象2人。区级以上教坛新秀、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、名师80余人，占在职教师数的58.8%以上；中高级职称老师87人，占在职教师的63.9%。学校更注重教学整体策略模式的研究，积极促进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和教师自身专业素质的提高。在全国省市区各级教学业务评比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春风化雨，桃李满枝，教导谆谆，书声朗朗。凝心聚力的全体教职员工以育英助才为己任，脚踏实地，携手同心，共同点亮了教育事业的熠熠光华。第四篇章，软硬结合，追求卓越。走进杭州市大关中学，校园布局精致，石花艳丽，香樟成荫，环境宜人。大关中学多年来不断加强设施完善，为学校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学校拥有塑胶田径场、篮球场、室内运动馆、标准化实验室、威格教室、图书阅览室、多功能报告厅、教工之家、师生餐厅等标准化设施。每个教室都配备有电子白板设备。依托数字校园建设，先照网络覆盖2个校区。学校实行数字管理，开展网络教研、视频会议，建立了高度信息化的教育教学环境。在优秀的办学环境中，大关中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办学成绩。初中毕业生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连续多年名列拱墅区公办初中前茅，杭州市前列，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认可和关注。像细节要完美，像规范要习惯，像时间要效率。近年来，全校教职工共同努力，精细管理，促成了学校教学科研的蜕蛹化蝶。学校教科研水平显著提升，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校教研组、教师三级教科研网络。学校教科研工作以课题研究为抓手，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，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。在近几年的各级科研成果评比中，共有8个课题分获省市1、2、3等奖。今后学校将继续做精做强教科研，把教科研工作和教育教学工作紧密结合，努力推动学校办学品位的整体提升。第五篇章，开放共赢，成就梦想。开放是活力之源，大关中学始终以开放的姿态进行国内外校际交流，深化合作，走向共赢。学校与德国罗特维尔市莱布尼茨一级文理中学、美国印第安纳州北方中学、普林斯顿中学等多所国外学校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，
建立了广泛的互访机制，每年均开展对外学习交流，极大地开拓了师生的视野。学校定期选派优秀教师去国外学习进修，为教师发展提供平台。学校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，在各类学科竞赛、体育、美术、音乐、篮球、排球和静态模型等方面，广大学生在区级以上竞赛和活动中获得各级奖项不胜枚举。在剑桥杯全国能全力旗国际英语大赛上，在全国 U23 青少年拔河锦标赛中，在全国青少年英语口语大赛中国青少年艺术节中，大关中学的学生都崭露头角。大关中学2010年毕业生高玉洁同学多次在省运会游泳项目上摘金夺银。2011年毕业生于杰代表杭州市参加全国 U15 比赛，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学军中学。钟晓文同学多次在省市少年儿童游泳锦标赛上夺冠，并被授予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。在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比赛、浙江省初中生研究性学习活动成果评比、杭州市天堂儿歌演唱和创作比赛等省市级比赛中，广大学生积极参加，更显峥嵘。大关中学男子篮球队多次获得拱墅区中小学篮球赛冠军，2013年更是获得了杭州市中小学男子篮球赛第四名的好成绩。在拱墅区中小学乒乓球、跆拳道和棋类比赛和艺术节、科技节、征文活动等大型活动中，大关学子更是大显身手，摘得多项荣誉和桂冠。我们将立足高标准立校、低姿态办学，不断改革探索，保证学校质量高位运行。我们将直面差异化的学生，不断实践研究，走亲赴高志之路，创乐学高校课堂。我们将用勤奋启开智慧之门，用多元的智慧优化多元的差异，让学生人人学有所长，差异发展，使学校成为学生成长的平台，获得差异的成功。一所学校，一个家园，一生责任，一世坚守。大关中学将借助教育发展的强劲势头，不断完善学校基础设施，建立有效的培养机制，提供各种成才的机会，扎实努力，让实力大关、活力大关、人文大关在激烈的办学竞争中迅速发展壮大。展望未来，学校必将乘风破浪、与时俱进，以一流的环境、一流的设备、一流的师资、一流的管理、一流的教育教学质量，昂首阔步，迈向灿烂的明天。